圣诞节礼物准备好了吗？今天这个可是绝招哦！黑巧和白巧交替摆放，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拼出一个形状，放入烤箱60度10分钟，再来选择一点装饰。看着巧克力慢慢融化，特别的治愈。拿出一根竹签，随意的划蜡，再摆上装饰。我用的是哪些？放在屏幕上了。放入冰箱凝固变硬，接下来就是最解压的环节。用喜欢的袋子打包起来，这样就可以送人啦。怎么样？是不是看起来浓浓的圣诞气息？这样的礼物你们喜欢吗？要不要你也来一份呀？